你们的跑团，比如说新疆跑团啊。书看好几个代表哈啊，因为本身我们也是对这个非常热衷啊，刚好今天哈有这个时间，刚好白天不用上班，好，然后来参加这个活动哈啊，让我感觉到说这些盲人哈，他们需要帮助的地方很多。这个活动很有意义，让我可以了解到盲胞所需要的东西他们需要是什么。然后我们这次是为爱木年菜因为有你在。因为爱木年菜，因为有你在，我们一起爱帮忙。那个他们经过每一个乡镇，有看到他们在环台的朋友们，然后能够为他们加油。那我们今年主要的主题是为爱木年菜，我们要的活动是有16天，那我们带着视障朋友跑全台湾一圈。那同时，我们在3月28号，就是明年的2021神冈马神风国际同济会全国马拉松当中，也是我们一个主要的公益活动。在这次的活动当中，我们的主题是为爱发光。所谓的爱，就是我们的眼睛的爱，跟我们这次盲人环台赛是非常主题的 match。我们也希望有我们神风国际同济会的每一位会员的爱心，让我们全体的民众都能够重视，来关爱我们的盲人。借着吴师傅，他走出来，然后好像是拜访全台湾所有的朋友一样，一站一站的拜访，然后更多更多的身障者也好，或者是很多愿意跑步的人也好，愿意走出来。因为大家非常的热情，所以他们才开始发动了为爱木年菜这个活动。今年开始就是有接受捐款，但是我们会把明细做得很清楚，然后把收据寄到各位的手上。我们会带惠民的孩子在潭雅神社南站，就是刚刚我们在集合，就是我们在那边做补给的那个地方集合，然后我们陪着他们一起健走。那因为透过这样的跑步，让这些孩子们也学习到就是可以锻炼自己的身体。那他们为着这些的募款，也造福这些在留在院里面的孩子们，让他们可以享受这个年菜，为爱募款哦，为这个享受这个年菜。那真的是谢谢这些社会大众，这样的支持，让我们在院里面不觉得孤单。因为有你们的爱陪着我们。为爱木年菜，因为有